这我真的不能要。送给你就拿着，除了这个门想扔了想藏起来没人管你，走吧。叶先生，叶先生，你干嘛？你什么时候说话这么低三下四了，让人在这看笑话？叶先生，我不知道你这句话什么意思，这里没有人看菲菲笑话。这么说，莫博士很享受这种感觉了。叶先生，我跟菲菲之前就认识。 我们之前的过往，不需要你在这评头论足吧？那你知道他什么意思吗？菲菲，我们走吧。你别一口一个菲菲叫着，你没办法同时给两个人打伞。哎，菲菲。 哭了，没有。受欺负了？我没有。你怎么会在这儿？看天气喽。是他欺负你吗？没有，别乱说，走吧。<笑> 学长后门的，走吧。莫良，叶总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跟我出来一下。 叶董，我们来这是来工作的，请你不要老来无理取闹，好不好？你把他带来南海，就让他一个人带着病回去。请你搞清楚一点，他根本没你想象的那么严重。我们是为了他好，让他回去休养才这么做的。为了他好，如果你真的为了他好，就不应该不喜欢他还拖着他。 我看一直缠着他不放的人，应该是你吧？你知道他现在跟谁住在一起吗？那他还不是跟我一起来了南海？怎么？没什么。 为了安飞，这不算什么。你们学弟制的，开场白铺垫都这么长吗？你看谁还会这么说的？只干嘛呢？他刚才看你笑了。好好听着。我也走了。你没事就好了，找了你好久。